袂解世界大战的时阵，有一个美国的这兵啊，伊就去后面一群德国的这兵来追杀，哦，就要救伊。再来德国的这军队，这兵啊，伊就讲，哦，咱一定要把这个美国兵解掉掉，阿无吼，伊知影咱就是秘密，那袂放袂得去，咱的军队的秘密就拢讲出去啊。所以就一定要救这个美国的这兵啊，哎，这兵啊就一直走一直走。伊走到一个矿坑，就是山边矿坑的时阵，伊就已经走无路啊，伊就只好避。伊避离去的时阵，伊就开始祈祷，伊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恳求你，你拯救我，你派人来救我，让我莫让这德国的军队会当找着我。伊伫遐祈祷的时阵，同样伊就看到一只猪，迄个猪都就走了。伊心内就是讲：上帝啊，我是求你啊，派人来救我，你来派啥猪？猪都是要来救我。哦，伊就唔知，伊就足惊，伊就继续啦。当伊看到伊德国的军队咧，迄军队的车愈来愈近的时阵，伊的心就愈来愈紧张，就讲点解伊祈祷，伊祈祷，总是无拍算到这德国的兵啊，到这个山去到防空的时阵，伊看到啦，这个防空外口就是蜘蛛网，哦，那在地狱的蜘蛛网，就讲啊，叫蜘蛛网，所以呢，一定是无人会会像伊这个嘛，这蜘蛛网够好好，啊，所以这兵啊就走。哇！这时阵，这美国的兵啊，伊才想着讲，原来我甲上帝求迄个来救我，迄个是啥物人？上帝就是派伊只义务来。所以伫迄时阵，伊就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你听我的祈祷，伫我伫只紧急的时阵，你有缘带领我，你知道我的需要，啊，恳求你原谅我，我甲己的骄傲，甲我对你的相信，是伊是咱人生中有侪侪时阵，可能咱无法度过到真，亲像咱所要想的是。那个模样，咱会遇到真侪困难，总是无论风雨的来临，上帝拢会甲咱相甲做伙，耶稣真正好。主耶稣在我心安慰我。
心来听他主的心。咱们讲主啊，我们亲像落日落溪水，切切羡慕你，我爱听伊的声。咱们主要对咱讲，我会保护家你，我就伫你的身边，请你尽忠听我的心。伊是咱的保护者，是咱性命的主宰。虽然世间有侪侪声音，总是我感觉要听主的声音。咱们讲，伊是咱的保护者，是咱性命的主宰。我嘛感觉要聆听伊的声。天天我爱